虐他，小兵抽死他。笑漂亮！你这皮面太难了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耶！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完了吗？又一位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嘉欣。看今天北京天气特别好，跟我老公还有诺诺，我们一家三口去我朋友家玩去，正好在他们家吃个中午饭，蹭个饭去。看见俩人玩的，全被我打死了。看他俩谁能赢啊！这边嘉哥，那边广泽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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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嘉哥，给我虐他！好，漂亮！虐他！小兵抽死他！漂亮！你这皮面太难了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耶！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完了吗？又一位吗？太丰盛了，这么多好吃的！哎呦！你别说。第一个，再来一个。第二杯。宝贝们，我刚吃到一半的时候，他们突然给我拿出来一个鸭脖子，让我挑战一下，说我吃完一整根给我100块钱。现在我就剩这么一口了，准备钱去，你们啊，赶紧把钱给我准备出来。真的辣，这个看我这么能吃辣椒的人，已经冒汗了。然后他们只能吃一半，我今天即将挑战成功，大家帮我一起见证一下这个时刻啊！再来一次。给我拿纸，拿钱，拿什么纸？还钱，100块，真的是辣，这个。哎呀，这他们还有这个，这个是微辣的，是不是叫？还有个微辣的。嗯，这个吃上虽然它辣，但是那种越辣越想吃的味道，很香。我缓缓，你咱先喝。咋了？我一定要挑战成功。我一个疑似心梗的人还在这喝酒。你妹没事，放心。就这个，我现在已经被辣的冒汗了。就这个，刚吃第一口的时候被我鄙视了，我这有什么呢？就普通鸭脖子嘛。结果越吃越辣，越辣越想吃。这还有呢，一整根啊！赶紧准备钱。本来这几钱不喝完了。支付宝到账100元。这个配音好，特别好。嘉哥说让我把东北话收一收，我真的是不自然的就多管闲事儿，这不是吗？这个推荐给你们啊，三公仔的这个牌子，我一会儿找一下有没有链接，有链接给你们挂一下，真的好好吃。这个有麻辣的，还有一个微辣的。你看他们只吃了一半，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挑战成功。如果你特别能吃辣的，你就选择这个麻辣的。如果你还一般的话，就选择这个微辣的，真的好吃哦！这个我刚刚吃完这个鸭脖的，这个劲儿刚过，刚刚败汗啊！他们又给我拿出了一个面，这个不是普通的面啊，这也不是火鸡面，这个叫鬼椒面。上次嘉哥在他们家的时候吃了一盒，哇，鼻涕眼泪一起流。我给你们看一段这视频啊，我真的真的不敢碰它。沈阳鬼椒面，你们看到了吧？嘉哥吃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你说我吃吗？这个我吃不吃？你猜嘉欣最后到底吃没吃？